来喽，慢慢的靠近这个杯子，有些冰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冰块呢，其实重点来了，因为它这些变成冰块。周董的魔术可千万不要错过，周杰伦的首次直播终于来了，他要来魔术师陈冠霖和蔡威泽助阵，化身 Live 版周游记，直接现场变魔术给你看。短短半小时，不但吸引无数明星朋友和粉丝的支持。据官方显示，总观看人数突破6800万，斗内金额折合台币近亿，真的吸睛又吸睛。不是预录的啊，通常魔术太厉害，人家会觉得是预录的。难不难？你告诉一下。超难，这个创作我用了20年的时间才练成，哥哥用了20几天都练会了。所以就是你比较笨。不是，有没有大家对魔术有一些问题的？对吧？没有嘛，不可能嘛，大家都会说，哎、欸，不是早该直播，怎么等到现在？其实，哎、欸，练魔术不是只有一两天这样、欸，哎，你知道那种压力真的是比演唱会还大，你知道吗？演唱会唱唱歌，哎、欸，轻松，对不对？然后可以跟观众互动。变魔术你没有办法跟人家互动啊，一个魔术当然看不够，接下来一起睁大眼睛教大家用魔术的方式来调制一杯莫吉朵。我先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老哥先。你要先来一下。哦，哎呦，哇，手帕直接拿出来。哦，这个时候你要接住啊，可以，最厉害的在这里，看一下，这边有一瓶香槟，看哦，哎呦，怎么样？会痛吧？会痛吧？你敲什么敲？直接灭了。接下来，直接看这杯子，好吗？嗯。来喽，慢慢的靠近这个杯子，这边有一些冰块嘛，对不对？有些冰块嘛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些冰块呢，其实重点来了，因为它这些变成冰块。不是叫你弄柠檬吗？对啊，找不到，我去抓，我要去哪里生柠檬？还要开瓶器。魔术师女人都要开瓶器，才让他拜托。哦，不是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，我可以催眠你，让你相信它是粉色的，来喽。Magic， 哎呦，哎，有没有？哇，粉色的，是不是？越大声一点，谢谢。越大声一点，谢谢。可以，请看一下我们的，哇，哎，老兄，老兄，哎，这个巴林德蛮帅的，这巴林德。你怎么的猴王？刚经过，谢谢他，谢谢，不用走，谢谢，拜拜。不是，他的公司就在旁边。对，我就说，哎，弟弟，送一下莫吉朵的这些元素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有，哎，其实蛮漂亮，粉红色的莫吉朵呀，哇，莫吉朵大卖，很漂亮。你是直播界的前辈，对，所以你可不可以来做一个不错的一个展览？结尾，那我先。你讲前辈，我有点没有那么想做。但没关系，因为我也在快手是有账号的。对，你要走了。不是，因为刚刚老肖其实在找我打篮球。好，就大家要过去是吧？对，等下我也要去打篮球。没有，先等我一下下。你先做一个结束。好，各位请记得关注周同学，好不好？拜拜，周同学。哎，周同学，继续。拜拜。他说你打篮球去了，他说新专辑呢，你怎么还没有给他一个交代？好，先走。哎。